1943年11月22日，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共同出席的开罗会议在埃及举行。会议发表开罗宣言，宣布三国必须战斗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，并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。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，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，例如满洲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，归还中国。日本侵占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。